常食客充满欢乐，欢迎大家收看由大马首个网购平台 Presto 冠名播出，以及 Easy 外卖送餐平台 DTS Home Mart Pack On Ajinomoto 和 FMX 快递赞助播出的非常食客 Phoebe Rush Hour， 我是 Phoebe。 那本期的嘉宾呢，就是有 Joey 还有高毅。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毅，大家都叫我地位好高。什么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ey 梁祖仪，我是大美女，大美女在这儿，在这里。哎 ，OK， 你们终于看到我了。刚刚一开始这样听，我还以为我是有一点搞错，但是其实是你们是这一个开场是有玄机的，是吗？因为呢，我其实不会煮饭的，所以我今天特别叫我的名字 Joey 的原因，是因为播出去的时候，观众们以为 Joey 是会煮饭，刚刚是会煮饭的。哦，所以这样子是其实我也没有很好啊。你是专门走健康路线，炒菜没有放油的那种。它就是开锅，然后把那个菜丢进去，这样炒一下，就叫炒菜。当我在听你们叙述你们下厨的那个经验的时候，我的双手一直不停的在颤抖。我想等一下是要怎样呢？可能你们在两三集过后其实就看不到我了，因为我在医院吊眼睛，然后每天泻肚子。好，我们今天的那个食谱呢，就藏在我们的这个恐怖箱当中，里面会有两颗球，你们个别呢，你可能没有，你先进去，然后再你先进去，因为你比他大两岁。OK， 所以你要先进去抽那一粒球，然后再抽另外一粒球，那两粒球呢拼在一起就是今天完整的那个菜肴的名字啦。OK， 好，我们开始抽。加油！它会咬人吗？会动的吗？不可以开，不可以开，不可以开。你就 feel， 它有时候会动一下，就是它就是它其实蛮敏感的。它会动，它是 OK， 我可以给你一个提示，它是在那个地上的，它是在地上。全世界的东西都在地上啊。有一些在水吗？它这个没有在水，它是在陆地的。来，看这个。啊？会夹伤我们吗？有时会，它有一些尖，它有尖尖的东西。来 ，Come on， OK 吗？抓球。它动了是不是？冷的还是热的？它有没有这样来？冷的还是热的？我可以先来吗？来一下。啊，可以。它有时候会动一下。嗯、欸、嗯、啊。啊啊啊！摸到了。有吗？它有刺你吗 ？Oh my god！ 是蛇？是鳗鱼吗？球你很大胆，我已经拿了。哦，没事的，你看没事的。我摸到了，他刺你对不对？我摸到了，你可以，救命！还很远，哎，有提示哦。可能我比较幸运，我一进去我就差不多摸到那颗球。还有在动吗？有在动吗？没有。救命！你帮我！找看角落有没有？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有提示给他？来，还是网友？噔噔噔噔 ，OK， 好 ，OK， 好，来，再往后一点，哎呀 ，OK， 再往后一点，耶，终于有我，他动了啊！啊，我很累啊。我调给你，但是我也很怕他咬我哎。我更怕。OK， 我帮你，我帮你。我已经帮你压住它了啊！你看有没有碰到？直接下去啊！我一直被你吓到。然后 Joey 的衣服全部都是那个的味道。来 ，OK， 我知道那个东西在那边。在了。不要摸它！啊！有球了！耶！高毅终于把这颗球拿出来了。对，你觉得里面会是什么呢？不知道。啊，米格利亚。Go， 外观走，入边嘅嘢就系。噔噔噔噔噔噔。哎呀！我咬我。
好，我们本期的要烹煮的菜肴呢，只有高毅姐姐可以看，所以呢，这个高毅姐姐就来到我的左手边。OK， 不可以念出来哦。OK， 这不是中文呢，这个不是中文，这个是马来文。你的马来文不及格吗？国语，我们的国语。我不明白，你读马来文呢？你不明白读马来文没有关系。我明白马来文一度谁不明白？哦，一度你明白吗？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跟你刚才摸的有关系。明白，一你明白哦。OK， 等一下，这个不明白没有关系。只有两个字哎，对，不明白。对他明白的这个两个字是我们从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在学煮课吗？我有，高材生哎，那两个字连在一起不会煮。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们就会详细的告诉你，因为刚才你称赞我很漂亮，我会帮助你的，全世界最美的，谢谢你。所以你要食谱吗？要 OK， 要食谱的话呢，两个人就要经过这个默契大考验。如果你们可以成功在限时的时间过关的话呢，你们就可以拿到这个一分钟的食谱。第一题就是，请问你们是哪一年认识的？哪一年啊？ I remember. I remember. You better. We just talked about it just now. 对，你们刚刚有在讲。我好了。那一年呢、啊，就是说那个你的弟弟拍戏的时候啊，然后你又看到他这样啊。啊 ，OK， 来，答案就是对，2019年什么场合？我弟在拍戏，片场。对。OK， 第二题，吵架的时候谁会赢？喂，哎呦，你写什么？我们答案对，我们都写我哎。对吧？这个游戏就是要写一样的字嘛。我就是你，你就是我，默契吗？你说。对，真的很有默契耶。谁比较重色轻友？哎呦，噔噔，哎，真的嘞。为什么不会啦？为什么你觉得两个一定要选一个的话？因为我现在有男朋友，你没有，所以你觉得我会？嗯，但其实你会比较重色轻友，就是谈恋爱的时候会把爱情摆在第一位吗？不会，家庭。家庭第一，然后朋友，然后爱情，这样他不是很不平衡吗？他自己想要跟我在一起，这样他自己承受咯。他内心要强大一点啦。对啊，我觉得是这样。哦，那你谈过几次恋爱？真正一次吧。一次哎，其实Joey没有在节目上说过，这是第一次说。哦，来，我们用半小时的这个非常问时间，就来聊这个台。他第一次的时候是在几岁？我觉得还是不要在节目上聊这些。Joey 最害怕的动物。动物、啊。刚才好像有聊到哈。动物。会动的物。对，动的物。好吧。嗯。OK， 看答案。答对了。果然很有默契。高毅最喜欢的食物。我知道的。I know。什么餐？啊，对，就是 you know, it's fruit. 他饮食很清淡的。什么 fruit？ 没有 fruit， Joey 餐什么就哦。OK， 三二一，看，一个日本餐，一个中餐。The right Japanese。哎呀，他不是这样，你是说一定要五题对完哦？一定要五题对完。嗯 ，OK 啊，没有关系，这样哦，我就 bonus 给你们一题，其中一个吸引。你来这个节目的原因哦，啊，看你们是不是可以写出啊，你写吗？快！哇！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Baby 姐，这个主持人 Until 真的我不知道，我有加分吧？好了，给你们食谱了。好，那刚刚那个高毅好像没有完全的了解今天到底要煮什么。Joey， 你知道是煮什么吗 ？Joey， 真的没有听到吗？真的吗 ？OK， 好，我们确定他没有听到哈，因为待会呢七分钟会是给他的，这个时候你有一分钟的时间来了解你的食谱。来，我们再让你看一下，你的这个是菲比姐，嗯，我看了。我不明白，哦，不要紧，我解释。I am， 妮妮，
Masa Mera， 计时一分钟，用你非常超强的记忆力哈，里面我们就准备了这个食谱。你其实可以不用完全的遵守里面的方式，但是你煮出来像样啊 ，Ayam Masa Mera 就可以了。啊，我其实也可以接受的，只要那个味道也 OK， 好像也差不多。然后你充分的利用我们这个食材，然后也不需要完全的根据这个食材，啊，用你自己的创意的方式来烹煮出属于你自己独一无二的高一的 Ayam Masa Mera， 就可以确定那个鸡要熟，因为待会是我要吃的。然后我也相信你自己是可以应付的，因为你是高材生哎，律师嘞，哇，这东西一定很厉害，可能他现在已经完全消化、通透、沉淀。来，我们还有16秒的时间，15，还有你有什么东西不清楚？你看他讲，安静，不要再打扰我，不要再打扰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嘞？哪一个？这个就是冷菇沙，啊，格兰嘎冷瓜哦。时间到 ，Thank you。好，高毅就有7分钟的时间来找食材，准备食材，然后下厨了。好，你有7分钟的时间，啊，过后7分钟你就要交给他。我觉得待会儿他可能会比较惨，因为他不懂头不懂尾啊，唔知搞乜啊，咁佢又要接手哦。当然啊，这个7分钟的时间呢，我们的那个制作组是非常的贴心，就是只要你选对食材的话呢，他们就会帮你切。比方说，如果说哦 garlic 啊，你选出来了，哎，他们就会帮你切那个。错的话就自己执生。OK。好 ，OK， 7分钟开始。好，我们的食材都已经有处理跟洗过了哈。啊，可能有一些，可能有一些你需要的，反正用你就用你的方式啊。这个有，怎么有头发的？这个不是头发，这个是那个没有，那个好像很中华人的，这个应该有。OK， 还有吗？还有什么缺少吗？然后我们是 Ayam Masa Merah 吗？聪聪有这个本人家 Nasi Goreng Ikan Bilis， 但本人家 Nasi Goreng Kampung， 你要炒饭吗？应该是啊，但是要调 ，in case 要调味啦。调味，嗯啊，或者是你觉得时间很多，你要煮那个 Nasi Goreng 给我吃是吗？那也可以的，好贴心，来，嗯，可以。现在你要开始做吗？来，我们的鸡已经腌了 ，OK， 你看，你要。快点哦，时间剩下3分钟，剩下3分钟。爸爸知道你今天上我们的这个烹饪节目有没有很担心？他不知道，他知道的话就不给我来了。哦哟，爸爸不好意思哈。还有1分钟的时间，然后接下来就要把时间交给 Joey 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油吗？没有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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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关系。It's okay, it's okay。大概啦，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啦。然后我放一点辣椒，我的辣椒嘞，我拿我的辣椒了，谢谢你。这个辣椒就，就这样了哈。继续。有没有啊？继续。啊，你想一想哈，他们讲主持人不可以太干涉嘉宾，好 ，OK， 这是签约的其中一个条件，应该是有吧？他切了给我应该有吧？哎，太麻烦了耶，没有关系，你继续，就塞一塞，嗯，我就不错，你还记得需要有搅拌的这个环节 ，very good very good， 已经很好了哈。你真的不错，有一点点 common sense。真的，我就觉得你 common sense 真的还蛮不错。阿姨，时间到，没有关系，我给你弄完。哎呦，很好喝这个 juice。时间交给 Joey。 你刚刚经历了什么？我自己做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嗯，你一脸好像犯了大错的样子。没有关系，你们现在调换位置，请你。所以接下来的7分钟呢，就是你们互换位置，然后 Joey 就上场。对，你可以看，但是你不可以说，你可以眼神。我知道你们演戏的眼神，我们的眼神顾不到电。
但是你们，我知道你们的演技是很强的，你通过眼神，来放一下，好 cute 哦，安姑姑，安姑姑，好啦，其实你有七分钟，然后你也不知道其实他到底要煮什么，我就看到这个是弄好的一半，嗯，有一个这个，姐姐可以帮你，有这已经腌好的鸡，所以你大概想象一下，我们会煮什么。你要再跟他眼神交流一下吗？等一下啊，你又口水了。不用，是这样的，二十多年没有待是这样的。你就他们 yes or no 一下，哎，嗯 ，OK， 计时。什么东西是这样？开始。转好了，真的。开始。Oh my god！小心不要给它喷出来。OK。好。你有七分，你就有七分钟的时间哦，没有关系，这个我帮你来。接下来你要做什么？这个鸡要拿来干嘛？要去煎它。我要去拿这个，可以用这个煎吗？可以。你应该会比较更顺手，因为你还有下厨，没有关系，让他去吧。干净的吧，这个。干净的。洗吧。洗干净了，因为我要吃，我都会 make sure 的东西都很干净。快点。七分钟的时间，七分钟的时间哦。是吗？嗯。干多油。因为要煎。我要放多油，我要放油，因为我很锅哎。什么意思？然后煎这个油给它，煎这个比较熟。通常你在家里弄鸡的时候，妈妈是先放鸡还是先放酱？先放鸡啊。先放鸡啊。嗯。应该是。哎，你要吃的。嗯。先放鸡吗？对啊，先放鸡啊。两条，弄个。哎呦，你一点。要煎吧，哇，完全没有食谱，太难了。你去凭感觉，其实很简单。所以我先说，这个熟了之后，我捞起来把那个油倒掉一点，然后把这个下去炒，再把鸡放回下去。这个会不会是现在就要下来了？哦，时间到了耶。待会呢，你们就有六分钟的时间可以一起完成这个作品。可能在看节目的你也很有感觉，就是你在家可能就是这样，没关系，我们的这个节目就是创意发挥哈。我看吧。啊 ，make sure 那个鸡要熟哈。哦。不用煮完吧。哎，这是你们人生当中第一次联手做这种好像很复杂的菜耶。还有一分钟，一分钟不会熟。一分钟，那我就直接倒进去了。没有，直接倒进去。哇，还剩一分钟。没有没有没有，你们还有六，你们两个人还有一颗六分钟了。OK OK OK OK。啊，然后你觉得这会是一道什么菜？娘惹菜。娘惹菜，嗯，不错。为什么有娘惹菜的感觉？这种奇怪的东西，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吗？是马来餐。这个是什么？这是香调味料。什么名字？香料。Cookies。吃一下看好吃吗 ？Cookies。可以吃的。这个就是那个我们常讲的 cinnamon。啊。啊，对。然后放在那个咖啡，其实也可以。这是八角。对，八角。八角。八角、桂皮、丁香、小茴香。OK， 好。一分钟的时间到，接下来呢，你们就有六分钟的时间来，两个人联手。好，你觉得熟了没？没有。好。小心哈。小心那个油啊！哦呦，对，它已经开始热了。我们只有六分钟哎。啊，对，你们只有六分钟的时间。椰浆，椰浆可是不是放在后面 ，OK， 就倒在了哈。
哎，高玉你也不错了，你也知道椰浆要后面放嘞。如果你们这时候椰浆倒下去，我就真的很晕倒。你要跟他讲说这个是什么菜吗？可以讲吗？可以啊，这可以讲啊。OK， 请要明白为什么不明白？他第一张纸是讲阿样的呀。那个我明白了。第二张纸叫 Masa Merah。哦，你有吃过吗？哎呀 ，Masa Merah。就是你在妈妈会看得到。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那个现在应该要放了，这个油会不会太多了？这样，现在那个就要放吗？确定吗？我应该拍了这十集节目，我可能会是脂肪爆表，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让你们自由创意的发挥，也许有惊喜。我们是专业的节目主持人，小心哦。OK， 好，下一步哦，还有两分钟半，两分钟半。哎，不错啦哈，这样看起来好像有模有样哈。OK， 我有颜色很美嘞，很香哎。你确定现在要下吗？嗯，还有，对，试一下味道。这个是盐。哇，幸好你会试。OK OK OK， 果然是高材生哈。嗯，嘿，这个是 Joey 高毅独创的 Ayam Masa Merah， 真的很令人期待。然后那个鸡还没有下哎，那个鸡还没有熟。他们两个一直在叽叽喳，叽叽喳，叽叽喳。哦，时间到六分钟。好了。确定这个东西真的要我吃吗？六分钟哎，我可不可以额外给他们多两分钟？好，两分钟啊。我们的导演一直在那边笑到那个青筋要。爆开了！你们是基本上看到有什么就放什么，是不是？我觉得辣椒够啊！我放啊，辣椒。OK， 时间要到了啊！倒数：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时间到，好，试吃时间喽。我觉得那个鸡应该没有熟啦。你先切开看里面有没有红色。对对对。哦、OK， 或者是你看我们为您的健康着想。感谢你关心我的健康。可以，那整个摆盘也不错哈、哦，连那个这个这些东西有在里面。我在想要把它捞出来。没有 OK， 没有时间了。我尽量早看，可能会熟的，会熟的这样啦。试试看，切一切。切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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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我觉得你不吃。不行，这个里面，这个里面不生的。这个比恐怖箱还恐怖哎！对不起啊，我拿纸巾给你哦。有熟吗？这里是有熟的，这里，这边是熟的，这边是 OK 的。嗯。就再炒的久一点，那个鸡要再弄得熟一点，然后再混在一起，然后让它那个鸡跟那个香料的味道也可以进去。OK 的 ，OK 的，至少不会这样，没有这样，没有这样很咸或很甜，其实是 OK 的，好吧？既然第一集，我觉得我们就来一个开头红，送你们礼物，耶！
那礼物就在我手上。我今天特别想要，我很想把礼物送给他们。然后我对他们没有那么严厉的原因是，我觉得他们很好学，他们真的很认真在做。然后他们有一些小细节做的是不错的哈，像我的妈妈是很留意，就是上菜的时候这边一定要抹干净。然后他们不会是像其他人哦，这个盐啊，这个糖就直接全部丢下去，他们还会试，而且锅还会自己试一下味道。我试了还不错。对，我觉得这些东西是蛮不错的哈，有一样的气质，然后我们又年龄差不多，然后又有这种小细心，都是九零后，都是九零后啦哈。你大两岁，然后我又大两岁，90嘛。对对对对，所以礼物送给你们，但是还是有一个小小的考验，就是你们要过了这个考验才可以拿到礼物。对，那如果直接进Feel 的话，直接转轮盘就礼物也没有，然后还要接受惩罚。我觉得这个考验你们做得到。好 ，OK。就是说，待会呢，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拿着这个，限时一分钟里面哭着笑说这个东西好好吃。为什么一定要？一起做吗？一个人一个人考演技啊。OK， 要左眼有眼泪，然后右眼是很眼红的。这道菜。这个叫做 Ayam Masamera， 太好吃了，它的味道让我想起我的妈妈。你看它外表红红的黄黄的，对不起，我可以再来一次吗？太难了，其实不熟的耶。没有啊，你也可以说就算不熟，菲比竟然也可以把它给吃下去，真的，这是何等的勇气！很搞笑，我替他哭出来。来来，继续继续。OK， 不要，我们一起一起。OK， 也可以，来一起一起。一起比较容易做。我们朋友做了5年，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下厨。嗯，然后很开心今天上这个节目，这一道是我们两个人亲手煮出来的。Ayam Masamera， 虽然肉没有熟，很难吃，可是菲比姐还是吃了一口，这个真的很感动。怎么哭啊？我哭不出来，我觉得我已经很尽力，眼泪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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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鸡很好吃，就为了哭一下。加油，你还剩一点点。快点出来，妹妹姐，我们很想赢，这个好吃的，有眼泪。OK， OK， OK 了，真的不错啦，哎，真的有眼眶有，然后这个泪是被逼出来，哎，真的，棒棒的，好咯，那耳机送给你们，一人一个，耶，一人一个耳机，谢谢。聊一聊，就是你们这次上节目的一个感想是什么？我在想，现在想哭，为什么？我第一次上节目要这样子哭一笑，要怎么办啊？好难啊！演技大考验哈，哎，真的，他的眼泪已经飙出来了，飙出来了，大考验。就是突然间想到今天其实蛮苦的，不简单哦，好难哦。然后那个节目的标题就是。非常时刻弄哭两位女嘉宾，当场录完过后当场大哭飙泪。好了，那也希望也有机会再请你们上来节目，然后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自己煮的这一道菜，回去再去锻炼一下。好，那谢谢你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以上呢就是由我们 Presto 冠名播出的非常时刻的全部内容。 Presto 一站式的网购平台，你最值得信赖的网购平台。那节目最后再次谢谢我们的 Joey， 还有我们的高毅，还有我们所有守住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朋友们，下期再见哦，拜拜。你现在已经可以在 Presto 买到本期节目的所有食材哦，只需浏览以上的网站或扫描我们的 QR code， 你就可以轻松的买非常时刻的食材啦。